这个，全都要。偏然的方法当真有用。偏然的办法当真管用。我给你送饭是想让你高兴，那你送我东西，是不是也想让我高兴？准你一日假，回家看看吧。唐太监，你同我一起回去吧，我们回家过生辰。好啊。母亲，她是叶希乌，是您儿媳妇，选一块你自己喜欢的地方，看一看将来想要被埋在哪儿。谁说要跟你过一辈子？ 我问你，你喜欢我吗？陛下，小女渡河了。古语你说过，要一统天下，结束战火，是时候了。今日孤就是要在阵前生擒交灵。真没想到，我们一家人能在景国团聚。我们这一路过来，兵荒马乱，不过好在唐太静派了一队人护送我们。 这才保住了性命，他还找了太医给祖母和爹看病。唐太监，谢谢你啊！你就准备只是嘴上说说而已。还有时间在那儿看画本，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，当然是拿下唐太监了。今天晚上要一起放灯吗？小魔神，我可在这儿谈了三个时辰，快过来聊两句呗。越是对这些有权势的男人，最好能当面骂他们一顿，才能引起他们的注意。让开。 你以为你是谁啊？我虽然只是一个御前侍，但我也是有尊严的。怎么会不管用呢？自天子以至于庶人，皆是皆以修身为本。你在看什么呢？别的不啊？出去。我做了好久，手都被烫破。不会做饭就别做。可是我想让你喜欢我。 那是什么？我拿整个腾蛇族仙髓炼出来的宝石，你一旦使用了它的力量，来日必定要偿还。你想要我给他们偿命吗？桑乔，你可以不用再做魔女，我会代你受劫，以我身髓换你魔骨。你放开我！不管你是生是死，我都不会原谅。你放开我！ 对不起，就这样恨着我吧。我漠河水族今日遭此劫难，非血债血偿不可磨灭。只要能手刃仇敌，桑丘甘愿堕命。你不觉得现在才来和我赔罪已经晚了吗？我来这里是为了要你的命。可惜了，你今日注定要死在我这个肮脏下贱的放妖手里。 事情不好了，桑夫人不见了。这不是战神明夜吗？我们势不两立，你们想放金，自投罗网。一起散。拿不走。是吗？还差一点。我一定要坚持住。如果尽快封印邪骨，待神髓燃尽，这世界。 将再无战神，不能让他们去赤渊魔神。趁着空间尚未彻底关闭，和你我二人在神里将魔域探索。不，楚皇，住手！谁越想将我们困在此处？楚皇，明夜失败了，你们阻止不了武，这一次你绝无可能生还。出什么事了？你待在竹林好好修炼，不要乱跑。发生什么事了？ 神脉二君与长泽血战，那明夜呢？战神明夜，众神祭泽，亦不知所踪。连阵甲也难于敌，再过片刻，恐怕就要消融殆尽了。这里神力可连接你跟明夜，不过只有一次机会，请送我去找明夜。不管他在哪里，我都要把他带回来。思思，谁在上面？是我。怎么什么东西都乱吃？这果子要是有毒怎么办？你尝一个吧，可甜了。手臂抬高一些，可以省些力气。 我的天哪，这还是我认识的明夜吗？看见了吗？看见不许看我。初皇神君怎么也学起祭泽来了？桑九小友，此次贸然前来拜访，没有给你带什么礼物。我送你四个字可好？谨记初心。不如我送你一缕神力吧。这缕神力可连接你跟明夜，只要你想，便可跨越时空见到他。所以，那棒晶已是这玉清宫的神君夫人了，是吗？看来我昏迷的真是时候，是我为了你挖出了那颗上古冰晶。
明夜战神助你去除浊气，不过是怕他人指指戳戳。可是你能污浊妖气，于他而言对内丹损伤尤甚，等你日后妖气郁结之时来找我吧。传闻漠河自古便是一条凶河，难保水中没有妖怪，你去替姑找找看。漠河深处当真沉睡着一只万年大妖，立刻召集国中术士前往漠河。圣国国运近了，进国也没什么不好，听说他们军队驻扎在漠河，对战俘流民都很优待呢。你们所说的景国军队具体驻扎在哪里，就劳烦你们照顾好他。姑娘放心，会把他当成亲生女儿对待。从今往后你就叫月牙了，若你来日想学法术，就拿着这封信去长泽山衡阳宗。我记住了，开始吧。万法焚天，混元化虚，让。没想到吧，又被我给撞了。抓住他。二小姐，你没事吧？